看什么看？有人。舒服吧？要想狗狗泪痕少，打通泪腺是关键。用药前先给它按这两个部位：天池穴、寻竹穴，每次按摩3到5分钟。泪腺通畅，眼泪才能不外流，泪痕自然就没了。再配合这款宠物专用的滴眼液，早晚各一次，才能治标又治本。别动哦，一会儿就好。别动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滴多了。哎呦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帮你擦一下不就行了吗？但注意，给狗狗擦眼睛的时候一定要蘸干，不要擦干哦。噔噔噔噔，你们看亮不亮？别跑啊，来呀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有人在。怎么啦？累啦？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吧。我就累成这样了，干完活妈给带肉肉吃，怎么样？哎呦我的妈！去吃饭啊？我今天菜不错，好多肉肉。哎呦我的妈！